带来第二首歌，第二首歌叫做《之外》。讲一下这首歌好了，这首歌是我跟一个好朋友，小鹿一起写的，然后。以前就是我们曾经有一起组过团，然后这是我们组团的时候所写的，第一首歌，他歌词是他写的，然后曲我先写，然后曲给他填词。那为什么会叫之外呢？是因为就小鹿他以前有发过唱片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要组团的时候，就是有某乐评就是说，小鹿是一艘沉船，这样，就是说我不应该跟他组团，然后正不巧就被他听到了这样的话，然后他就写了《之外》。江南带雨